据 TMT 消息，吴建豪和交往七年的女友石真善8月9日在新加坡提出结婚申请，对外都称结婚日期还在讨论，尚未决定。但近日圈内盛传，吴建豪已选定11月15日在洛杉矶完婚，并着手对亲友展开邀请。吴建豪在美国长大，家人定居洛杉矶，圈内好友在台湾居多，女友石真善是新加坡人，婚礼细节相当繁杂。吴建豪经纪人对婚期仍不松口，说他10月到明年1月都排满工作，要到内地拍戏，却又留伏笔，如果决定结婚日期了，要跟公司请假，但目前我还没收到通知。据知情人透露，夫妻俩结婚后将住在吴建豪的台北豪宅。酷六网北媒娱乐为您整理报道。